刚才，一下子身上好紧的地方痛，比较难受的一点痛的，医生姐，腹部痛了一下，那边脑袋那边碰，痛了一下，因为那个前面临拍的飞碟碟，都已经布阵在地球周围了，已经到达了飞碟，这个同我打个招呼，这位同我打个招呼。 然后这边同我打个招呼，告诉我，我曾经帮他们传过消息了，这位同我打个招呼，告诉我，我曾经帮他们传过消息了，这位老朋友见面，他们已经到了地球了，他们打个招呼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已经到了，已经到了，接下来宣判那会很快，很快就要开了，这一开以后，这个世界就彻底，发生变化了，彻底发生变化了，那些战争狂徒、造假大王的什么之类的，全部扫进历史的垃圾。 堆里边去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期待着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